没事，那解宝直接开。 嘿嘿，被拉住，可惜被阴了，不被阴打死你个小子！有助攻吗？再来一下 ，OK， 他有 TP 的，这就是我说的没 TP， 所以不好打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波如果这波队友是自疗，我说这波我是不是还不会死？ 你看我们一级怂吗？不怂，干就完了。小手一级是强势点，基本上对面一级不是很强的话，我们一级都比别人厉害。因为我们有重刃嘛，重刃跟去年背刺，我第一刀还没背刺到，还而且被虚弱了，这样打过了。当然也最主要是 EZ 也不错，EZ 前期也厉害，EZ 也厉害。别掉血。这个兵慢慢补，等他回去买，等他回去买那个。 买那个装备再打，这波我们先吃兵，哎呦中队人力哦，哎他没 TP 了，我靠我去中吃兵了，哇好多兵啊，一百只兵，我死真一百只兵，上路找单杀了，好烦。 好烦！对面都三级了，不好搞。A 刀他没技能了，小号他刚把E用了，所以我们 A 他一刀，懂吧？啊，不是说什么我想 A 他一刀，所以就 A 他一刀，他又没E了，看见没有？ 细节，靠你的，没办法，这个你看这个艾克，这就是高分段的顶级手法。你说他要是直接回头，或者是不等我，我是不是直接走了？他把 W 留在最后，导致我只能相当于我被眩晕了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找到我直接走了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踩，因为毕竟艾克 W 能控两秒钟。 可惜了，不知道麦克不来，我这不直接起飞？哎，哦，他也有这工资装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怎么他也我有钱呢？好爽！哦，他工资装好了，所以他给我出头。 喂，好爽啊！那我还能吃兵哎，兄弟们，我操！爱来爱来了，这打法真爽！我靠，这打法真是爱了！不是蛮王怎么？为什么要怕他呀？ 你为什么要怕他呀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连个被动都不敢打、啊，畜生！完了，他E好了，还行。 哎，我 EZ 怎么死了？奎裂了，我操 ！EZ 怎么死了？ 三层塔皮啊，下路！别怕了，这 A 把树打满，别怕，这波跟他换 ，Q 完了能杀吗？
一丝血，哇，好多兵，哇，这个中单是真有点出神，真的好废啊。他伤一把小丑辅助也是他，也在那里困。我还记得这个人，好好打，别压力队友，压力人。哇，又是他兄弟，这个比中单要不换线吧？真是他妈能送，我真操了！这不真的是正常的人类吗？我真有点蠢啊！我靠！老子给这个逼，老子给这个逼抓，把打野抓死了。他中路逼用没有？还被这个还被支援过来了，艾克来了吗？这是？追死他，他没闪呢。没看。这跟一打三有什么？这跟二打三有什么区别啊？到底一直在被抓，我们下了双杀别人一次啊！没被吃到。真有点逼烦了，完了，游戏这么难吗？加把力啊，兄弟，能不能把网搞一下？这可是中单要被这蛮王打废了。哎，来得好快啊！他没地没闪，把线放出来可以直接打，但是辅助有点强。杰拉这英雄，这波带虚弱还大招会有点猛。注意点，这边有眼。把兵线放出来，我们拼一波，或者等我点蓝也可以。咱们直接吃兵，等搞个血刃出来，这把慢慢来，早点买装备。我们二 v 二可以打，都没闪。漂亮，可以，兄弟低估你了，还是有用的，打一套直接杀。跑得好快，防我没关系，到这躲 W， 不要吃太多控制。他们那个可能要开大了，把野 A 了。炮射能吃吗？给我，吃不了。不贪，咱慢慢来。可惜这波没给他杀掉，兄弟们。一个治疗，一个幽梦拉开了，我的减速留不住他。哎，弹了呀，兄弟！我操！哇！这他妈好难顶啊，兄弟！失误了，不该急着上去的，要把啊塔没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一波如果把兵线放出来，让我去偷就好了，因为在塔下我根本没法上，影响我操作了。都没闪了是吧？别死了！老子这块吃兵，把塔摸两层，吃几层，弥补点经验。没事没事 ，AD 玩的还可以，主要是 AD 有一波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死的，那波死了有点伤。这 AD 玩的还可以的，孺子可教也，兄弟们。
然后这一波我们血明了，血明就是自贬。哎，冲的好快，刚推完一波兵就锅巴来了。打慢一点，鞋子可以直接买，打慢点。鞋子买了，然后去跟团。我这波哦，我好像不该 避的，我靠。哎，还行，打过了。这波不在，可惜可惜，这波在我起飞。慢慢来，兄弟们，注意看我接下来的伤害。这个杰拉闪现好了，应该不好杀，而且他推的棒。哎，没用闪现，直接过来抬眼找艾克，艾克应该在所有人这边，不在。青钢影半血，有机会。给简单，防止一剑打不死。把节奏慢慢带起来，我比杰拉有用太多了。这个时候的我甚至可以单杀这个没大招的盲王。别惹他，防止白给。我们去跟 ADC 吃波钱， ADC 要吃公主装。我他妈又走去了，兄弟，没办法呀。先走，别吃技能，吃管不了。这条没眼了，荣耀没了，上塔，哎，算了，不要这个小龙了，这第一条龙不用管，我们直接去抓这个枪。走了，很稳，回去中路吃兵。这个杰拉好肉啊！你看我经济跟他没 ADC 也差不多，兄弟。啊！重任吗？推对半可以重置普攻。哎呀，一伤环保打死了！啊！裂开！我靠！而且没杀掉这个辅助，这波抬到都没杀掉啊！哎，可惜我没跟上，这推特棒拉远了，也杀不掉了。哇，好伤啊！这波，你看这种生命值高的人，我们根本就打不死，他都不需要护甲，素质还是比较低的，真的欠。好的，兄弟，不要重置普攻，不然我可以活下来了。这盲王有大招的吧？不确定，没有。那我准备控龙。我们先回家买个三人刃。然后帮他去抓这个青钢影，感觉要稳。哎呦我靠，有意吗？还行。清两波，我清不完这波，只能让他走。大招躲个平 A， 开幽梦。下个装备的话，可能可以买个一只风筝保命，但是我想把输出拉满，我们直接买这个加移速，或者直接买收集者打爆发。ADC 不菜，玩的可以，主要是人家组合太屌了，应该这么说吧，要人家的组合刚好克制我们两个，
就是我们打架厉害，但是推不了线，又要被逮住了。我靠，好极限兄弟，好过半极限呢。怎么样弥补这个伤害呢？好像也没啥弥补的，没有办法弥补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补这些伤害，除非我直接买暴击，但是买暴击赢不了，买暴击塞不了，暴击不好塞。我们直接出这个，加灵活性嘛，多抓多去K点，捡点人头，去收点残血就行了。有眼子的，刚才虚弱啊，这有眼，一 Q 出去就后退了，应该是有眼的。然后这波小龙要好了。我有一个 Q 清不了的，对。哎呀，一直太贪了，怎么半天不回家呀？哎，他半天不回家，他血量太低了。哎，没躲掉。还行，杀两个，没躲掉，可惜，躲掉我这波，说不定还能走，兄弟们，可惜，直接被控住留在原地了。把这两个杀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打龙了。而且这个终结全是那个，剑魂的，这个永恩的，他有机会，他也是有机会 C 的。这也不买了吧，多攒点钱出来，这把相当于五个 C 位，咱们各自操作。这把就是秒秒秒，他们 ADC 没秒不了鞋，就秒秒秒呗。你秒我秒你的，别兄弟，快了，过来吃点经验。经验不要落后太多了，咱们小组辅助最大的坏处就是很容易落后经验，因为他喵的我很容易死。慢慢来，什么东西推了我一下？哦，被青钢一亿了，还行，留住了，看能不能有没有点说法。哇，伤好高，可惜，有个被打残的，这波龙不太打。哦，有 TP， 那这波龙可以打。蛮王带大招了，这三个残血，三个脆皮能打龙吗？有 TP 了，得直接凹硬龙。没事，放个二塔没关系。丢盒子保护队友行不行？最好是用来做视野，因为盒子保护队友的概率太低，不如你拿去看视野。就像这样，你摆这里，这个盒子会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，你摆在这里当个眼睛就行了。他在干嘛？是他妈先锋树人头，我操！这是什么操作啊？
有人去下了，我得去保一下。二打吃了，再做个眼，没蓝喽，毙了。下装备我们直接当成甲，拿 CD 来拉扯他们。怎么五排都来了呀？直接当成甲。我这套出装可以把鞋子卖了，到时候换个亵渎。然后出来把他们 ADC 直接切死，直接开幽默。大直接开，去躲开，毙喽！笨蛋，每次都想杀我，跟谁杂交呢？可可少罗皇，少罗皇，过来吃波中塔钱，没吃到，靠！哎，能切死吗？漂亮，对面击坤呐！对面的阵容确实没什么人可以稳定的 C。我操，一棒子没了，兄弟胆子好大，很不想放他走，说实话，但我确实没办法。切，就知道。就知道这个逼，觉得我又会骗他，呆逼，真真假假，操你的，但是不赚我终结，兄弟，别瞎搞啊！摘个伤还是挺不错的，他黑暗收割一棒直接裂开，直接把这个永恩打裂开，谁呀、啊？有畜生说是谁是畜生？怎么打呀？这把要不了了！哎，怎么跳下去了？哎，频道了，金身有吗？救一下兄弟！闪现有吗？没有，我操，两个一起死，一起拜拜！赶快吃破眼睛，刚那个塔前没吃到，不然我现在就够出手，我就神装了，兄弟们，经济真的高得离谱，经济比妈上单打野都高，没收一个炮尊，还差一百块，怎么又没被吃到呀？哎呀，不能救这飞哥，走位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蛮王这边场能反我隐形，我们就走。操了，没被吃到，这逼跑太快了。他也是幽梦，我多个这个东西跑的速度跟他差不多，跑太快了，兄弟，搞得不好卖鞋子了。妈，一万码一速，说是。跑太快了，跑太快了！我现在77点护船和20%的护船，这护船高的爆皮，兄弟！
先走。哦呦，又被晕了，为什么他晕得这么快？盒子恐惧，为什么他禁锢我那么快呀、啊？好烦，看这波对面怎么处理了。阿雪大招的不好上，翻墙能活下来当然不丢，不会丢。哇，我连这个比杰拉技能都没看到就被晕了，就被他禁锢了。哎，杰拉一技能很痛，很禁锢很久了，两点八秒钟。我靠，这波哎呦难顶，我都没看到他禁锢了。本来这波摸一刀这个蛮王就走了，你看我伤害高吗？也不高，一刀也就一千血，只是等打收割而已。当然重点是辅助。拉扯拉扯，我就想打一套拉扯掉了。哎呦，真讨厌！哎，儿子。也想杀我，你也想跟我操作？问号？懂什么叫辅助之身，匹敌打野？大龙吗？可以试试，麦克被我杀了。啊啊！那个虚弱、啊，怎么说？哎，漂亮！这个 Q 技能刚好把这个 W 躲，但是。兄弟太多，确实没办法。买个装备，直接买个，哎，钱不够，我们要买个亵渎，就是这，把伤害拉满。换个亵渎，伤害拉满。这个牛不小心，难怪没秒掉的，不小心，兄弟。直接回家磕平红牛，这波有点小浪。你打用蓝大龙其实不用打了，这波二号不赚的，看这波龙怎么出的。我出门很快的。斩去残炎来了，我们等会换个亵渎，把伤害拉满。亵渎一出，我直接质的飞跃。我现在这个装备其实已经可以无视不打劫了，70护穿和20%的百分比护穿。我的天，兄弟们打广告了，今天玩的巨压抑，赶紧给兄弟们打个广告，谢谢兄弟们支持啊！近身吗他？他要躲 E， 老子真是被他克住了，兄弟们，他推推棒丢 E。我真是个老贪，哎呦，我想试试伤害，我来看看我三刀能把他杀了，其实可以，他三千血，我三刀加飞镖刚好死，但是他有推的棒，而且我大招躲他推的棒，躲他一技能他没丢，他推的棒跑，我的，这波我想试一下，单纯想试一下，我一出来一看边上没人，立马打，有人的话我就会走。一位一我肯定要打，可惜，这版本伤害都挺变态的，你看推棒都打我700血。是要伤害啊！等我亵渎买了有个连招，我估计杀他杀的就很快了，就可以瞬秒他吧，应该。
毕竟是血明能加13%。马王看一下，马王没打着，别追，这波一搏了。都过来做点眼，一波了一波了。我有伤害，好像一波不了哎，毕竟太远了。能拆掉吗？不要越塔哦，要么放出来，要么就不打。我这波卖了的话，630的话，还差100块好像。不浪不浪，我们吃个算了，好像没东西能让我吃的。630+630+630，哦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换个这个，因为我有两个加移速的装备，所以我是不会特别缺移速的打团那个，但是我得熟悉一下这个幽梦阁的位置。来，该见识一下六神装的血明沙口。青钢影我就不找了，青钢影有那个骸骨毒唇。毕竟清了，他死了。别浪这波，别浪。少人哦，对，我浪了，这玩的有点太随意了。蛮王有大咱惹不起，他不是看到我了，所以他不敢往前走。但是看着有点抽象，现在。哎，怎么打到我了？哎，不是我在边上这么远，这个杰拉在这里，怎么打到我了？哎，打龙，咋回事？来双排，我给你打辅助。走喽，回来掏双药水，这波回家直接570点攻击力，拉满了，570点攻击力，这刀被刺能不能送他回家？哎，血明，哎，如果我血明卖了呢，兄弟们，就我血明卖了，换一把西洋刀，能不能伤害更高？血明的伤害是比西洋刀高一些的，因为血明那个10%加成，它可以让我的 Q 技能吃到。但是西洋刀会多50的攻击力，他这个怎么反我隐形啊？是那个哦，是被果子照到了对吧？很自信，但是有这个
杜明确实没办法。大乱斗，但我说实话，这样玩感觉打了以后不好赢啊，兄弟们。明天见哦，兄弟们，明天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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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